二队是扎塔斯。哎，我天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这兵不要来。哦，外增效坦克也可以要吧？可以。我把他你打两位不一定够。 不够就不够吧，无所谓。Raze，你看好你的。你把你的生命上限提高120点掉。好。阿尔萨斯礼物是不是也没用？没有。那个有用，那个有用。啊，有用吗？我点了，我操，没带。OK， 就这样吧。他得留一个十吨的位置，对。嗯。 咱们就位确认啊 ，buff 齐没有问题的点够，猫鼬赶紧克了 ，boss 库，猫鼬，魂能之寒没拍的，我帮瓦纳卡拍，我帮瓦纳卡拍。然后 boss 库有没有好哥哥帮 boss 库那个 Trillian 你灵魂石给灭火器吧。拍完了。 把这记好诅咒啊。 骑手第一个上天的时候注意仇哈。阿兰的话，你得给紫衣八队牧师紫衣法师小德解好诅咒啊，尤其是在7A和8A 这两个位置的法师，尤其是要解优先解好坦克的诅咒啊，可能会促。咱们都 buff 都齐了，强效暗影、强效火力克了。 瑞子，听你倒数了。好，各个吼一个。肉哥好，肉哥好。好，下吧，三、二、一。他会有一个动画，你们就是先跑位置就行。我把你的骷髅标先取消给压眼了，等以后都往后站啊，图腾也别插的太靠前。 央三半，你的位置大概在这边，看到我在跳了吗？大概在这边，就是 P 2的时候，你的位置站这儿就可以了。得稍微往左一点。哇，这儿差不多。不要开爆吧。解诅咒，暴风雪在左手边的远程注意一下。瑞子的解的有点慢啊。 你们可以往前走两步，这个 boss 的位置不对，一会儿上天再落地准 OK 了。近战小心，不要被击飞啊！不要吃扫尾，刚刚说吧。解诅咒，坦克的诅咒解好。打不了了，右边打不了了。打不了就撤，打不了撤，没关系，无所谓的。上天了，上天了，分散站好，找好你们的位置。两散漫在这边。 分散，十码分散，十码分散。现在是第二个，正在点第三个啊，第四个，可以走了。第四个，第五个了啊，赶紧走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治疗躲后面加血啊，加血别停。这个时候可以读治疗导言啊，Milos。千万不要停。 来分散，集合战，站好，刷好迪尔塔迪的血。有空的牧师可以给个盾，法师第一时间解诅咒，解诅咒，解诅咒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我这边太多了。暴风雪。 解诅咒，暴风雪，近战暴风雪多好。太靠尾巴了。没蓝的提前克大蓝啊！下一次上天，法师停止读条，解诅咒，优先解诅咒，诅咒，快点！小德自己的诅咒都不解吗？ 迪尔塔迪的血，赶紧走！来上天了，分散，恢复分散。
还满，能吃冰炕的补冰炕，所有人补大冰炕，补大冰炕。知道了。哎呀，嗯，这是第几个了？让他位置是别动来动去。第三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准备动了。那边赶紧动，那第四个。找了找了，去找掩体了，去找掩体了，血刷起来。这他妈是什么？藏好，藏好。来刷瑞子血。破甲。都要来了。继续保持啊，一直前面打的没有什么问题。现在打不了，别打了，那个位置会去扫尾的。然后刷加点滴血。解好诅咒，法师第一时间解。留蓝解诅咒，蓝少的溜溜魔杖，回回蓝，留一点蓝来解诅咒。哎呦我操，冷了，我操，太冷了，见笑了，见笑了，吓死了。没事没事，我的血，过了，刷门提前过了，解诅咒，诅咒。准备上天十秒啊！牧师准备啊！来分散好，分散好，所有人分散好，分散好。法师兵盾抬满，一边走位一边丢瞬发技能，把血少的血抬满。把能，尤其是近战血抬满。现在第二个啊，第二个，第三个了啊。很均匀，很均匀。第四个，第五个走，第五个了啊！团血刷起来，奶，来刷瑞子的血。吃冰炕该技能就死了，大冰炕可以补了，大冰炕好了。血量看一下，鲁莽都开了，我的血刷好，诅咒替血，开断墙了，这个炸可以。萨满直接起，央萨满直接起。左边暴风雪走好。我左边有事情，抓死。哦，解好诅咒就过了。抓他。过了。解诅咒，不要贪，解诅咒，漂亮啊！接着躲暴风雪啊！我操，这么狠！瑞子 ，nice， 瑞子那头及不及时？红啊！我发现真的今天我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我冰炕带多了，我发现压力好小啊。不是，是全冰炕都上来了，不怎么掉血。今天 DPS 快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我自己掉血的压力就很小。因为一些关系吧，因为我可能要换号的关系，所以说我想一想换不换。我不换也行，其实我不换了，我就拿这个打吧，因为咱们 KT 可能要练一练。咱们装备稍微先拍一下啊，等一会儿再拍吧，反正现在还有 buff， 咱们把人救起来，然后分一下位置啊，分一下位置。我是换 DPS 呢，还是不换呢？我 DPS， 我操，这个 boss 用暗物打是有点爽呀！你不换个 T 吗？我得换 T， 得拍得拍，想了想得拍。儿子对，儿子图腾之地 爽。这个是特别爽。我想了想，我得换号，咱们得四个坦克，四个坦克得有。然后接下来咱们现在先拍装备啊，先拍装备是那个萨菲龙的精华，这个是你妈的，反正是一个很好的饰品，你们觉得好不好？自己看着办吧。有人觉得好。